今日话题由立城贸易赞助播出。河南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浓郁香甜，彩香居月饼低糖少油，健康美味，各大华人超市有售。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聊过南加州这个租房的这个市场哈，因为现在房子房租啊越来越贵。 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哈，站在这个房客的立场呢，他们现在租房子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挺大的头痛啊，一个挺大的障碍。这个就是每申请一个，不管是公寓也好康斗也好，人家房东啊就需要对你进行一次信用调查和背景的调查，呃，这里边就包括你的这个。 雇主的情况就是你收入是多少啊，银行存款是多少啊，然后信用分数多少，过去几年有没有被前一个房东赶出去过，呃，支付房租或者拒交房租等等这些背景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它不是免费的，所以你每次申请一次呢，人家都会收你一个钱，一般大概是三十块、三十五块这样。可是架不住架不住多呀，现在你找房子找不着，所以。 现在有点儿找房子，有点儿像报考大学哈，报考大学，我们都知道，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保险系数，一下子报个十所八所的这个大学，各个呃第呃梯次的都不一样，哈，有常春藤的，有这个 U C 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话，至少你可以拿到一个两个 offer，然后至少你不会落空。现在找房子、租房子也是这样的情况。你租房子，你是提一个两个出去。 那很可能就人家连回都不回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多提几个。那多提几个，三十五块，三十五块钱，呃，十个就三百五啊，呃，二十个就就七百块钱了。所以这个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负担。所以从上上个星期的吧，上个星期啊，加州的众议院呢通过了一个提案啊，这个叫二五五九号提案，就准备在这方面呢，对这个租房的人呢提供一点帮助。 降低一点他们的这种承担的负担吧。所以呢，这个提案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以后允许在加州有一份儿叫做可以反复使用的信用报告。嗯，是这样的啊。刚才说那个三十几块钱一个呢，这是人家那个信用公司，咱也不能责怪人家，对不对？人家要帮你做这些事也要收这个。但是呢，呃，两边来看，要需要租房子人呢，他们确实也是呃非常的苦恼。那么。 A B 二五五九呢是有一点强制性，就是说要求这些帮你调查啊这个公司呢用以往的已经有的这个资料，你就别再重新来一次了啊！你重新来一次，这不是麻烦吗？那已有的那不是几秒钟吗？我扒一下给你就完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用收费了嘛？这是强制性的。但到了加州的参议院的时候呢，给改了，呃，参议院给改成是说这些呃房主啊或者是房东啊。 他们叫自愿的，也就是说，我不想用你的旧的，我 <coughs> 我就要你新的，你怎么着，对不对啊？那我还得收钱，所以一个是自愿的，一个是强制的。那么参议院给改了以后，又踢回众议院去了，所以现在又回到众议院去。那么众议院要同意才行，但是基本上呢，都是绕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笔申请的背景调查费。 要怎么收，收多少，收不收啊？等等，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引发了现在的人们想知道的，为什么现在租一个房子，要不就像申请大学一样，啊，投十个八个，有的人一投，投五六十个呢。嗯。要不就是，甚至还出现了所谓标的情况，就是人家这房租一千五一个月是吧？那我付你一千六，呃，另外一个人说我付你一千八，还有这个情况。嗯。这就是闻所未闻。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租房的情况，不管是洛杉矶县还是城县，还是所谓的那个尔湾的，不是不是尔湾的，是那个英伦 Empire 啊，这个内陆帝国等等，都是百分之十几、十几的这么的增长啊，所以房子呢非常的少。那么房子房子为什么少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疫情以后啊，或者至少是后期疫情后期呢，工作。 工作 <coughs>，工作机会就多起来了。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到处都写着什么招人招人什么的。这个工作机会一多呢，很多人就涌入了，涌入到这儿来来找工作来。那他来找工作，他就需要住，再加上我们呃加州啊，南尤其是南加州这个天气，那么房子就不够。那么第二呢，刚才说的大学生就在这儿来了。这一次啊，有一个叫做一个现象叫做那个 double grad。 叫做双重毕业，什么意思呢？就等于两届毕业生叠加，二零二一和二零二二。因为毕业生他毕业了以后都要找工作嘛，都留。什么叫做有这个叠加呢？就是那个时候上一届毕业生很多人在家里待着了，对啊，回到父母家去住，他不需要呃租房子啊，他回到父母家去住了，呃、啊，要不就是远程工作什么的。呃 <coughs>，现在呢，他们走出来了，呃、啊，走出来以后呢。 跟那二零二一年跟二零二二年的这些人呢，呃，汇集在一起，呃，还是二零二零和二零二一，反正反而就是两届<对>啊，两届叠加在一起，他们需要找工作，那么从家里走出来，又造成那个房屋的紧缺，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因为疫情的原因搬到远的地方去了嘛，嗯、呃，在家里工作，但是现在人公司让他回来，又回来了，种种的原因呢，就造成了现在。 这种啊，租房子困难的情况，对，呃，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南加州，呃，这个新房子盖的太少啊，这个是呃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新房盖的太少，盖得太少，他也不是完全是这个，不是他不愿意盖，不愿意盖是手续繁杂呀，没你知道吗？没错，申请盖个房子的麻烦极了。对，第一是手续繁杂，嗯、第二是地皮也比较贵，他盖了这个，如果盖房的话，他一般都朝着高端盖。 原因是高端盖才有钱赚，你如果要是盖的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就是说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房价比较低的这个房子呢，他那个那个呃叫开发公司他没钱赚了哈，所以呢他不太不太愿意这么做，所以这个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新房子少。 呃，这个要来到洛杉矶找工作的也好，现在校园重新开放以后回来上学的学生也好，一来的话突然发现，哎呦，现在房子怎么这么紧缺啊？现在在洛杉矶县的这个房子啊，呃，说是空屋率在这是已经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新低了，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三点五，那几乎就是腾空一个房子马上就租出去了，嗯、基本上。 几天就租出去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它这个房价一定是会上涨的嘛？那个这个房地产公司也好，是出租房屋的这个呃房东也好，他就会知道，他说哦，上一个房子我比如说两千块钱租，我花了两到三个星期租出去，现在我两千块钱啪三天就租出去了，那不行，下次我来试试看两两千一怎么样？两千二怎么样？哎，他就开始逐渐在涨，一般都是这样子哈，所以。 现在这个租房的市场反而好了，因为你看利率上涨以后啊，有很多人觉得哎呦，现在房价利率上涨以后，要么就是我，呃，买不起房，呃，要么就是现在利率上涨以后，人们都期待着房价会下跌，所以我干脆等一等吧，等房价下跌以后再买。那你等的时候干嘛呀？那只好租房子住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就。 租房子，或者说原来想买房的人，他就延长了租期，因为现在买不起了，只要再等两年了，所以呢，这个租房的需求现在是越来越多。今日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南加州这个租房的市场呢，现在是越来越热哈。呃，刚才说过了，呃，新呃这个法案呢可能会通过啊，这个法案就是参众两院通过之后呢。 呃，州长会签字啊，原因就是他想也想，呃，降低一点这个房客的负担。呃，现在就是说一个信用报告能多次使用呢，它不是无限期的哈，这个是只有三十天的期限。也就是说，一般人他专门就是给找房子的人，呃，用处的啊。也就是说，你在租房的时候，不是要多处去递申请吗？ 那么一般来说都是在同一个时段所以呢你在一个月之内啊可以反复的使用这些报告。但这里这个信用报告里头和背景调查里头呢，它包含几个比较关键的呃房东想要知道的信息啊，你比如说是雇佣的情况啊，然后是这个你的信用的分数啊、评级啊，呃有没有呃这个水电费什么呃各种各样的房贷呃或者说是以前的房租。 呃，持交的情况，过去七年里边有没有被驱逐出去的这个情况等等，然后呢，他是这样的话呢，你等于是每次申请房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交这个这背景调查的这个费用了哈，三十块、三十五块钱，这省下来也是一笔费用嘛。呃，但是呢，有很多呃，就是房客呢，还是认为说光是这点帮助还是不够哈，原因就是说，现在卡住不少人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 要求呢，就是你在银行里边，或者是你的收入要证明你的收入是你的房租可付房租的三倍，也就是说，你花在房租的钱上不应该超过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超过的话，有很多房东就认为说你这个就、哎、没有能力支付，嗯、没有能力支付了。其实买房子也是一样的情况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人家要求你的银行里边要有房租的三个月的。 这个超过房租乘以三的这样的存款才可以，否则的话你一个月付不出来，马上第二个月就不行了啊。<对>嗯、所以呢，这两个一下子就卡住了不少，就是他们存款不够，或者说是有的人这个收入不够，但是他打零工，他可以有有好几份工作，可是问题人家只知道报的时候只知道一份或者两份，或者你的收入不太稳定的时候呢，这个就比较难获得那个房东的批准。 我们之前聊过美国各大城市的无家可归的问题，你不认为这就是原因之一吗？是对不对啊、呃？有些人他就是卡在这儿了，就是没办法了，只好在街上先呃住一段吧，就是也是诸多的原因吧之一。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一定也要站在房东的角度想一想，你看看当今一个拥有房子可以出租的这么一个人他的情况啊，首先水是个问题啊，水呢？ 已经有所就是水费啊，它包的，它是包的<寓>啊，公寓很多都是包水的。<包>水啊、但是这个钱得我得付啊，<水>对不对啊？<是>啊所以你用的水多，这个水费是一个问题，水费也涨了，包括清洁的费用和以及清洁的那些用品，那、嗯嗯、些各种剂啊，各种什么啊，嗯、都已经涨了。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还有就是我请人管吧，这公寓不能我去打扫去啊。 这些请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小时费啊什么的，也都上涨了。就是说，要维持一个公寓，相关的那个费用都涨了，那我不涨你房租呢，我我怎么办呢？呃，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呃，就我们看到的就是，别看说的是一个南加州啊、呃，说的是这么一个、呃、什么三十几几块钱的这么一个小事儿，你看他要为这个事情弄一个法案，A 什么 AB 二五五九，对不对？就。Yeah. 可以想象，当人们都开始计较这三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情况是蛮严重的。